就是，今天啊，我怎么想了，怎么不晚到这儿了吗？咱们那边咱普通门，那边普通门呢，就那种那个铁网，硬的，咱们铁片才行。铁片。正好今天那个，把那个这些数字的啦，到那边那个数字什么全部都砍掉，砍掉之后，把它抛那个坑来着。一天了，咱这边收容犯人，收容犯人之后，跟 Q 病容易传染，再把 Q 病放在里头，那其他健康的狗狗在外边活了。这一仓六，这一仓六得，现在三十多米啊，估计还得有三十来米。这一套三十多米，这边就从那拉到这，得十好几，不然二十四，你现在，咱先你就是。咱先这样就设计一下，你看行吗？行的话咱此次咱是没有这个精力去弄了。这个费用这块咱都家里都传过来事了，得咱缓过来事，缓一缓，缓缓看也得天暖和之后再去动工，就是想弄了。还有就是咱这边那个交警，看看能不能给改一下，反正就是现在只能管这些人呀。对，看看就是有没好法。你现在你看看这个。一下午他妈的里边他身上一弄点粉弄点什么，他整个屋里还是吵，别再拖再弄还是吵。哎呀，冬天雨，再加上夏天气温一高，一下完雨，里边再一爆气，那水汽一上来，这通风啊，肯定还是一个是通风，再一个就是防潮。对，嗯，防潮的话就是想法。我看你说现在里边这个就还是可能有点小，还是有点小，因为。拉尿都在那里边了，那你要下雨你出不来，那就是只能给他拉尿，你只能给他扫可能。但是你要是连续，你要是一天两天扫的话，可能还好一点。他能扫出来。你像那连续几个星期，下点雨阴天，下点雨阴天，你这边就是那吹风机吹你都吹不干。对，就是往外扩。往外扩一点。对，往外扩个三四米吧。肯定省掉你这块板是这块，这个再平一层。那你到时候北盆啊什么话都得可以给它搞外边啊。这个盆就不要往你脚里搞，搁脚里它只要搁这些一定打了，这个天又干不了。你几十万盆你，工程量怪大。哎，你这算厉害了，上班的这多少米？来，明天小姐叫我来看看。然后这个上面就是露天的，露天的，有这个棚子。你这头次的什么？告诉我，你头次的什么把脸弄脏的？又头次弄一下。你成天带人头次呀？光带头次现行都带不止一回两回了，哎，是的吧？昨天不带头次羊奶粉啊，头次羊奶包羊奶粉带了，还头次火腿肠这些，一到撅一地的带了，还知道吐皮儿，你看，是吧？是的吧？你绝对是馒头。你看他不，豆豆是不敢给抢。大胃难，呱呱。听
我手，牵我手都木的，啊，牵我手都木的。Thank you.